们从你要吃小点心的部分开始。哇，一个拉面用推的，不要用拉的啊！今天加蛋不要鹅啊！打开绿茶盖子，打开九块麦克华斯飞沙，到底有没有把剧本背熟啊？再一次。哇，一个拉面用推的，不要用拉的鹅啊！今天加蛋不要加鹅啊！奶盖绿茶，你到底有没有把剧本背熟？不是跟你说要背熟吗？背熟。让我们欢迎北一手语。Thank you.